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裤子。曾经试过把剑叠在一起增长，剑就会变长。但要知道，这可是 MC 啊，什么样花里胡哨的脑洞没有？若是把一堆的剑围成一圈来摆放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实剑出真知，话不多说，我们这就试试看。我勒个去，这玩意儿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手盾螺旋手里剑？好吧，你别说，这个螺旋木剑拿在手上还是挺威风的嘛，这攻击范围看上去还是全方位无死角打击，被围攻的时候应该还是挺好使的。这攻击范围若是加着横扫之刃附魔，感觉还是相当可观。欢迎光临裤子养鸡场，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波我私心研发出的高效杀鸡方案。哎，你看这360度无死角杀鸡效率非常之高，并且武器的耐久度还是无限的。这把武器虽然说可以用来杀鸡，但用来打僵尸啥的完全不够用的，并不能像仙法螺旋丸手里剑一样通过丢出去来击杀怪物。试试石头品质的螺旋剑吧。铁哥被 KO 了，这玩意儿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，应该就是乱杀。这一排村民瞬间就全被干掉了，这么强大的武器用来打小怪实属浪费了。试试看 MC 中最强的 BOSS 凋零，这凋零看都没有看就直接没了。仅仅是石头品质强度就如此之高，扫八把实剑并不算啥特别高的门槛。试试看黄金品质的剑吧，这玩意儿难道是除草机吗？距离是比石头品质的要高个几米，但众所周知，黄金品质的武器虽然稀有度比铁的高，相比铁质来说还是比较拉胯的。试试看用这玩意儿斩杀绝对兽，本以为这玩意儿能直接秒杀一排，看样子穿透能力还是有待提高。如果怪物密集的话，铁质武器还能引发连锁反应，用红石多召唤一些试试。下界核心品质妥妥的最强螺旋剑了。我勒个去，这玩意儿不仅能杀怪，还可以破坏地形啊！这直接打出一条天路，这玩意儿真就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，击穿地表只能说是最基础的。如果你愿意，甚至能用这玩意儿挖矿，斜着对地面放的话，还能制造出阶梯，只能说造楼梯的精力都省了。末翼龙自然也成了战斗力单位，像基岩之类的障碍，随随便便就突破了。好了，那么时间不早了，喜欢我的视频不妨点关注，我是裤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